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阿 N 与阿 M 频道。周海媚她在2023年12月11日在北京因病医治无效病逝，终年57岁。今集我们就会和大家回顾一下周海媚曾经参与过的电视剧演出。在无线电视方面，他曾经演出过以下的作品：1985年《杨家将》，他饰演杨九妹杨艳英；1986年《流民大亨》，剧中他饰演方学龄；《真命天子》，剧中饰演窦青莲；小岛风云，周海媚剧中饰演双金珠；赤脚绅士，周海媚饰演何家宝。在1987年，他演出过《错爱》，饰演杜子清；《生命之旅》，饰演屈家玉；《道心五》，饰演方杰。在1988年，周海媚参演过四部电视剧，分别是《无名火》，饰演徐丹童；《形单传奇》，饰演蝴蝶夫人；《蓝色时分》，饰演周彩君；《城市故事》，饰演许清怡中学同学。在1989年，周海媚参与了三部电视剧的演出，分别是《吉星报喜》，饰演杜二妹；《义不容情》，饰演李华；《婆妈女婿》，饰演林静。在1990年，周海媚参与过三部电视剧的演出，第一部《回到未嫁时》，饰演杨八妹；第二部《笑傲在明天》，饰演安静；第三部《成功路上》，饰演童谣。在1991年参与过两部电视剧的演出，第一部《今生无悔》，饰演沈文义；第二部《路剑笑狂沙》，饰演卓玛。在1993年，他参与过《雌雄大老千》的演出，饰演阮希玲。1994年参与《成日受伤的男人》，饰演梁桂。1995年参与了《情龙大地》的演出，饰演刘亚彩。1997年参与了《大闹广昌隆》的演出，饰演女鬼小芙蓉。1998年参与了《天地豪情》的演出，饰演程家慧 Mandy。2009年参与了《学警追击》，饰演程若心。另外，2009年亦都参与了《蔡锷与小凤仙》的演出，饰演张凤云。跟住在2023年参演了《神枪追击》的演出，在剧中他饰演王若玲。此外，周海媚亦都参加过亚洲电视的演出，在亚洲电视里面他饰演过以下的剧集：1999年《中横四海》，
佢饰演路云。2000年参与咗《影城大亨》嘅演出，佢饰演童恩呢个角色。2021年参与咗《中横天下》嘅演出，佢饰演年少君。此外，在其他电视台他亦参与过以下的电视剧演出。1992年长留不息，饰演赵慧华。末代皇孙，饰演纳兰如意。1994年参加了《倚天屠龙记》的演出，饰演周子若。1995年参与了《今生今世》，饰演田晓晴。1996年《深夜特急》，饰演丽儿这个角色。1998年《上海探戈》，饰演梅若兰。2000年《新闻小姐》，饰演白云。2003年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，饰演徐可。亚洲英雄，饰演郑以云。神拳阔少爷，红，饰演莫可儿。获益而跟住去到2004年，有《生命烈火》，饰演江萧；《傲骨雄心》，饰演莫益而。2006年，《傲剑江湖》，饰演李柏；《八阵图》，饰演韩蝶衣。2007年，《血色迷雾》，饰演三太太；《生死对峙》，饰演舒亚。2008年，《射雕英雄传》，饰演包惜弱。2009年，《君住长江尾》，饰演梁太。2010年，《大潮如歌》，饰演程美山。2012年，《王阳明》，饰演如飞。《皮五传奇》，饰演强士。2014年，《婚女婚外那些事》，饰演蔡小琴。《武媚娘传奇》，饰演杨淑妃。2015年，《大道通天》，饰演于远霄。《找住彩虹的男人》，饰演吴夫人。2016年，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客串饰演宋美龄。2017年，《轩辕剑之汉之魂》，客串饰演顾远霄。《花谢花飞花满天》，饰演孙姑姑。2018年，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，饰演天后陶瑶。2019年，《倚天屠龙记》，饰演灭绝师太。2020年，《我好喜欢你》，饰演叶芒。好，今日同大家总结咗周海媚所主演同埋参演过演出嘅电视剧集，包括了无线电视、亚洲电视
同埋喺台灣同埋喺大陸所主演同埋參與過嘅劇集，希望大家喜歡呢個劇，希望大家能夠回顧翻周海媚所過去所參與過嘅演出。好，今日呢條片做到呢度，亦都完畢啦。喜歡呢條片嘅朋友，請你留言、點讚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哋呢個阿 N 與阿 Leon 頻道啦。好，拜拜，我哋下一條片見。